各位客官，外面风雪停了，。且留步。 怎么看？站！月姐姐，一路上都没怎么听修大哥说过话，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？不是，他只是不太爱说话而已。神族不爱说话？嗯，我记下了。 兄弟有话好说，别用剑吃我。为何跟踪我们？哎，不是跟着你，是跟着他。小青，救命啊！阿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先救救我！这位兄弟凶得很。又是你，他不是敌人，放开吧。 这么巧，你也到这里来了。嘿，我来找你啊！我是来办正事的，不能陪你玩。我也有正事要办啊。你好不容易独自下山一回，我想着没人能拦我进来。还有我，桑游，你平时去仙侠派瞎胡闹也就算了，这次我们有要事在身，你可不许添乱。 月姑娘，你就不能放过我？哎呀，阿游，你快回去吧，让师父知道你私下找我的话，又会生气的。哎，对了，这么远的地方，你是怎么跟来的？我那什么，又开始飘雪了，我们先赶路吧，万一暴风雪再来，不知道又要等多久。桑游。 我劝你还是……啊，人呢？算了，走吧。这就走？那阿游？他一向神出鬼没的，用不着担心他。这个桑游。 简直越来越离谱，要是让真人和你师姐们知道，那少不了又有鬼的事。我们都拿阿勇一担子。阿勇，你把我当哪里去了？不是啊，我是山神。乱讲，山神是只大老虎。按记载所示，冰仙兽就在前面了，可这里被极强的法阵封住了去路。退后，师弟，先停一下吧。 这个法阵需要针对其弱点，否则再大的力量也是徒劳。可有办法破除？这冰封阵应是依托于源源不断的寒冰之气，因此无论怎么破坏都能迅速复原。冰、水、水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土、雷克水，如果用足够强的雷灵之力机制，应该可以减缓缺口复原的速度。晴妹，我让巧玲施以雷术。
你用雷灵符一起注入师弟剑中。师弟，你准备好。月姐姐，我雷灵符准备的不多，大概只能有一次机会，准备开始的话就告诉我。趁现在，快！啊！谢谢月姐姐。这地面很滑，你小心。金生，有危险！结束了，安全了吗？一系列也不散，应已发现我，谨慎前进吧。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晴妹，你竟然不害怕？怎么会？我从小就喜欢在冰面上玩，真想再来一次呢。晴妹真是厉害，我刚才心都快跳出来了。这边竟还有臭豆腐，果真是大城镇。晴妹小时候也吃过吗？嗯，不过小时候大哥不让我吃，说是闺阁女孩不该吃这些。二哥偷偷带我去吃，被大哥吊起来打。都被冰壁挡住，要再用一次雷灵之力吗？不用的，冰壁附近有冰晶矿堆。可以请秀大哥催动散落在周围的小矿石，使其撞击矿堆，矿石中的灵力会在剧烈作用下释放，从而炸开冰壁。好。破碎后，有天光照进来了。我还以为是山洞里结的冰，没想到这整个洞窟都是冰雪所造。青梅，月姐姐，刚才在山道上攻击我们的冰锥，会不会是冰仙兽召唤出来的？应该是了。
他的脾气看起来不太好。冰仙受前辈记为山神，利诱此地百姓，想来是把进山的陌生人当成宵小之辈了。等见面之后，我们表明来意，我想前辈就会留下。哎，冰壁后面好像有块小矿石，我们绕路去取吧。 月姐姐和修大姐在，请妹配合便是。悍然妖王，不可多行。寒气似乎越来越重了，巧玲也发现了呢，看来冰仙兽就在前面。 来者何人？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？冰仙兽前辈，晚辈来此地是想求见于您。叫我山神。是，山神前辈。好，能走到此地，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，有点能耐。求见本山神所为何事？ 说，晚辈为明术门弟子。你再说一次。山神的态度为何突然变了？山神大人，在下是明术门的弟子，今日前来是希望得到您的助力。明术的贼子，竟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滚！山神竟是明术门，他依旧是先祖的灭之玉灵。 他为何如此愤怒？山神大人，晚辈只想得到您的协助。若我们哪里做错了，还请告知。您不是同本门仙族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吗？为何？心口雌黄！犹记当年，他与我等仙灵兽约定共修，共享灵力，仙灵兽各族何等信任？没想到后来。 不孝贼子，贪得无厌，竟然暗中对我等下束缚之术，从玉灵身上强夺灵力，妄图加速自己成仙，将我等视为修仙的祭品，玉灵的性命根本不闻不问。我在那贼子手下被压榨数十年，忍气吞声，终于等到他走火入魔而亡，才得以重获自由。 什么？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，<笑>可笑！贼子们真是有脸，将事实黑白颠倒过来。如今，你竟还有脸来求我的帮助？明叔。 姐姐，小晴，你们快出来！月姐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惹他了，快走吧，啊，好吗？此兵库于冰仙兽得天独厚，不宜久留。好，我们走。 这就对了，滚远远的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月姐姐，冰冰就要合上了，你快过来！
子还不滚开，莫脏了我的眼。生神前辈，您解除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。明术门曾风光一时，但突然迅速衰败。门中传说，是世间仙灵兽再难寻觅，才令明术门式微。我却一直无法认同，隐隐觉得另有隐情。但门派凋零，派中秘心多已失传，这个疑惑伴随我多年，没想到竟是如此。谢谢你。方才您提到了束缚之术，巧玲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我的家人，我不愿意使用这种法术来对待他，还请您教授我解除束缚之法。哦，我自幼学习明术门的术法，却不知此为束缚御灵之术，强取豪夺非我所愿，过错已犯下，我只希望可以亡羊补牢，还望山神大人成全。哼，果真如此，自是最好，你且听好，然后照做。脑海里直接传来了声音，万物有声，通玄其名，以无之精气化空明之刃，斩无相桎梏，断无形枷锁，御灵归附，命气乃除。这样就好了。是本山神小看你了，明术后人，灵兽族幼子，你已自由了，日后本山神会照拂于你。什么？你不愿离开他？灵兽族幼子阅历太少，无法分辨是非，速来本山神这里。去吧。山神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无需多言。师姐小心。想要保护他吗？
小玲，多谢你。嗯，我明白。我们并肩突围。就算你自雷灵中而生，能克制本山神，但本山神修为远高于你，断不可能再次输给你。谢寿前辈，晚辈愿意为明术门弥补一切过错，请前辈息怒。明术贼子，你纠缠不休，莫怪本山神无情。无趣，不打了。感谢山神前辈手下留情。哼，你又知道本山神留情了？晚辈修为浅薄，未葬身于此地，自然是您留情了。是，也有你帮忙的缘故。哼，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小家伙，他真的待你如家人，从未有负于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月清书。明术门现如今还有多少御灵和弟子？本门现在只有掌门一只御灵，一名，两名弟子。哼，明术门的衰败是咎由自取，没有御灵，就算招到神族弟子也不过是摆设。晚辈已知晓往事，从今以后明术门必定会尽力弥补过错。那你可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契约？啊，愿不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共存的御灵契约？谢前辈。这可是不带束缚之术的，若是让本山神失望，山神会随时离开。怎么动脚了？千万不要出事！还有其他办法再破一次密闭吗？我。晴妹，轻点，被寒气伤了。我看看。没事，我只是灵力耗费太多，有些虚而已。冰封阵竟然被连破两次。看来我还得琢磨如何改良。山神大人。我乃上古仙灵兽哈战士也。下山再说吧。我兄弟，月姑娘你照看着，我和小晴先去熬点药。照需要确认他是否平安。照顾。张，此人行事不择手段，非正道所应为。敖虚神尊为何信任这等恶毒之辈？
晴妹他们呢？煎药。师弟，我已无大碍，多谢你。还有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手不能随便牵。请你以后莫要再做出此等举动。你我共生，我只想确保你的安全。修武几乎没有时间观念，我也不该太苛责他。我没骗你，现在我确实感觉无恙。哦，你没事就好。但是方才在那冰窟中，你只顾救别人，却不顾自身危险，这点极为不妥。嗯，是我鲁莽了，当时下意识的只知道保护晴妹，毕竟如果我有事，你也会受牵连。我是说，你应学会护自己周全，还有也需要习惯让我来保护你。啊，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这对你我都好。冷静点，师弟不知世事，那句话没有其他意思。我进来了啊。哟，月姑娘醒了呀。你经脉遭寒气所侵，尚未恢复，我给你熬了些补药。谢谢。不过我没料到月姑娘你醒得这么早，这药有些烫，修武兄弟交给你喽。哎呀，就是让你把药吹凉，别让人家姑娘自己动手。看来还要找机会跟她解释清楚。阿瑶，晴妹呢？小晴在厨房看第二锅药呢，那锅是驱寒的，待会儿端上来你和修武兄弟都喝一碗。不多说了，他一个人我不放心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我自己来就可以。还有，别人教你做什么，不用都照做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是小晴的声音。咱们要出发了吗？客官，吃好喝好啊！就地休息一夜，明天继续上工。碍事。这个石头是你受伤了？离远点，离远点，别动我闲事。喂，等等，这人受了伤就应该好好看看伤口。我是大夫，让我看看。这天寒地冻的，受了伤在马棚里住上一夜，肯定会冻坏的。喂，你受伤了吗？不，不，我没事。是吗？这位大夫可是说要给你看病。我看你就别上矿了，换别人来吧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我还能上矿，我没事儿。我们先回月姐姐那里。什么东西？他虐待人是觉得有意思吗？我去跟掌柜说，让他在后院支个火炉子，炭火先我出就是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客官吃好喝好啊。
要出发了吗？客人要吃点啥？掌柜的，麻烦您给后院支个炉子，炭火钱算我们账上。哎，好。客官，您真是个善人呐。也算不上，就是看不得那些官兵的样子。哎，这些官兵啊，每一次都是住在我们这里。他们一向如此，毕竟是官，总得有些架子。就没人有意见吗？当然也有，但我们一个小客栈也不能怎么样。不，哎，客官别怪我多说话啊，听我一句劝，您还年轻，别把鸡蛋往石头上撞，他们可不好惹。多谢掌柜，我们会注意的。客人要吃点啥？咱们要出发了吗？怎么了？我听到后院好像有吵闹声。这客栈来了个矿队要入住，弄得人仰马翻的。而且那些领头的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。那些矿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明明就那几个士兵，他们一大帮子人竟也不敢反抗。他们不是矿工，是矿役。那些矿役是被他们强抓来的百姓，去开采一种叫冰晶矿的东西。冰晶矿，那不就是我们在裂峰谷中见过的矿石？嗯，监工们为了控制这些矿役，便把他们同家人分开关押。若是刚才那个人不敢休息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是这样，可就算把他们当仆役，也不能这样操劳吧？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矿役的性命，等到矿役倒下，就弃之荒野。太恶劣了，竟然会有这种恶霸的存在。我探到那个头领的房间了，要不我去把他捆了，然后把那些矿役给放了。师姐，我和桑游一起去。你们先别冲动，这事儿可晚不得，这个矿队很可能明早就离开了。那些矿役为了家人在忍耐，我们怎能贸然行事？先等到晚上，我们再去打探消息。要救，就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救出来。说得对，我一着急都忘记这回事儿了。要打探消息，先得搞定那些守卫。好，我去调制一些迷药，晚上行动吧。嗯，那边岩石区，那是守卫最为薄弱。嗯，是白天的，咱们小声说话。虽然看守已经被我迷晕，但动静太大，还是会被其他人注意到的。你们的家人被关在哪里？我会将他们一并救出。村长，多谢几位好意，但是仅凭你们几位少年，是不可能对抗得了卢龙军的。请少侠们回去吧。嗯。原来这几年就是尔等一直在山谷外咣当咣当的敲来敲去。你哼，我就是山神。这几年来尔等一直在此山挖冰晶矿，扰本山神休眠，着实讨厌。山神大人，小的名严寒，我等并非有意冒犯。严寒，
听着，卢龙军人多又如何？没什么好怕的。这几个家伙虽然年纪轻轻，但着实有些本领。山神大人既然这么说，几位少侠，请务必救救我们。你说话竟然还不如御林管用。其实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带家人逃走，但卢龙军把守森严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机会。几年苦工做下来，我们早已病痛缠身，又哪里是那些训练有素的卢龙军的对手？严大叔，你们的家人现在什么情况？我们这些矿役平时被关在卢龙府旁的营地里，营地中央有一座非常高的塔，叫什么神庭塔的，远远就能看到。等您到了那里，请找一个叫严湖的男人，他是我侄子。好，您可有什么信物？这我写一封家书吧。请用我的符纸和朱砂笔。我把情况都写在书信里了，我侄子认得我的笔迹，他们一定会听从您的吩咐。烈风谷无人敢去，尔等可以去那里暂避风头，接下来就交给这些小娃娃吧，无事休扰本山神。恭送山神大人。严大叔，路上小心，我们就此别过。姑娘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没有。刚刚朕应该直接收拾了那个监工。阿尤，严大叔他们是受害者，如何处置还是要看严大叔。况且善恶有轮回，若真的动手，或许会报应到他们和家人身上。家人如此重要吗？对人族而言，有时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。晴妹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卢龙府那儿的地形我比较了解，我来带路吧。诸位且留步。哎，可惜我带的银骨用掉了，要不然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去。耐心一些吧，等到晚上再行动。不过这些兵营的部署有些奇怪，不像是屯兵，倒像是以那座塔为中心的阵法。晴妹，你能看出这是什么阵吗？从未见过。这个阵法构画得十分离奇，总觉得有种束缚之象。什么？修大哥说的对，感觉这里似乎是什么的封印地，或者想要束缚住什么。多的我也看不出来了。束缚？难道与风水地脉有关？尚不能断言，但那座高塔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阿尤，阵法古怪，可又看不出什么。你懂阵法？当然了，小晴会，我自然也得会。算了，此阵法既然一时不能搞清楚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，以救人为先。晴妹，你先将此阵法构造记下，等此间事了，再请教余霞真人。好。这组阵
为何带有九泉凌厉之气。在没有救到人之前，尽量不要和士兵起冲突，如果造成混战，波及到矿医们就不好了。几次新下派？那个，先忙正事。哪一位是盐湖？我们受村长所托，来救各位出去。我就是。这的确是我叔叔的笔迹，但军营内守卫森严。马上就是夜岗的换班时间了，换岗后，我们会将此处到出口的守卫通通迷晕，你们趁这个机会立刻逃。只要到了烈风谷，各位就可以和村长会合，回到自己的家乡了。万一失败了，他们还会放过我们吗？以前逃跑的矿医全都被抓回来处决，别提有多惨了。贪生之人，谈何自由？是啊。咱们和罗龙军拼了，若是成了，自然可以逃出升天。若是失败，村长他们也不用再顾虑咱们，自己逃走便是。对，与其待下去，整日被折磨，大不了冲出去一拼。对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了。就是，跟他们拼了。那我们行动。我带了迷魂蛊，可以把那些士兵通通放倒。你们跟着我不方便，就看我桑大侠的吧。可算把这些人都迷昏了。快躲起来。将军。月姑娘。让大虎他们几人一组分散逃走。动静小一些，别惊扰对方。我们躲那边去。阿友、秦妹，你们带人继续撤。
和我去营帐那边探探，若有必要还能抢占先机。好，我也去营帐那边。这扳指似乎在哪儿见过。将军，冰晶石可准备妥当？冰晶石已备足，不必担忧。大阵所成之日将近，还望将军莫要掉以轻心，万无出错。这声音听着也耳熟，这个人我一定见过。放心，我又募集了一批新士兵，等下他们就会驻扎到这军营。有增兵，那逃跑就不容易了。全军请进，外人就地处决。是。将军，小事一桩，本将自能处理。此刻营地救火人多嘴杂，保密起见，还请速速归去。跑，往山里跑。你们一定要平安啊！守住村口，我们挡住追兵，等到掩护他们远离为止。那个，可以直接用迷魂骨吗？可我的迷魂骨所剩不多了，搞不定这么多人啊！打晕便是。
险，既然在此。拿下他。还有。前辈，摧毁那些冰晶石，交给本山神。前辈，我们走。将军，这是贼人身上掉落的。必须告知他。